家早安，今天是 Vlogmas 的第16天，哇，时间过好快。然后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穿什么。今天真的是爆炸热，热到不行。我穿了一个里面是白色的短袖，然后这件是 Zara 的，它其实是这种短版的上衣。对，然后外面的这个是黑色的针织背心，这好像是906 Studio， 好像是。然后裤子的话，就是一样是那件 MQ 的深蓝色直筒牛仔裤，然后鞋子就是 Force， 包包就是这个紫灰色的毛毛包包。我今天要去 Alice 家，好，出发。你们看，他正在做睫毛。但是你不能拍到我，拜托，我今天真的是不能拍到你哦、喔。那你等一下，不是要跟我们出门？生魔就好了。生魔？什么声优哦？对，声优。对啊，声优啦。我现在来人家家要来吃饭嘞、欸，怎么回事？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完全没吃东西。哎，先来人家家骗吃骗喝。还那个，你进电梯说那多吗？我来他家，然后他说他有准备水晶饺，然后我刚看到他就说，哎，水晶饺多吗？他好像以为我吃很饱，说还好。我说他还好，我很饿哎。感谢 Alice 提供的这个蒸拌面。我先来煮水啊，我想你应该会。哎，那你要加蛋吗？哦，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就好了。真的吗？对，水煮蛋不用这么。你煮一个水煮蛋给我吃。你要吃水煮蛋？那你们把它煮一煮。那你们家有那个吗？那个醋吗？他没有。那就水壶蛋要醋，就是、哦、没关系啊，不用应该也可以，我来试试看，试试看。好，应观众要求，水波蛋是不是？我要吃水波蛋。那个水波蛋可能会变成蛋花汤。哎呦，好紧张。你需要开灯比较 light 比较亮吗？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就好。好的。来，现在教大家煮水波蛋。首先应该要有白醋，但是我们没有白醋没关系，在这个水中间转出一个漩涡。好的，没问题。像女巫在制药一样。哎，要先关小火，不能大火，因为大火下去绝对会变成蛋花汤。以我多次制作蛋花汤的经验，所以我悟出了这个道理。一定要先把蛋打在这里面，不能直接打进去，因为直接打进去它这样一滴滴流下去，蛋花汤下去。好的，它就会在中间的漩涡形成一个。漩涡鸣人，没错。哎，电锅里面有那个水晶饺，看它膨胀了，太久了。我看一下，变成蜡环了。有那么大颗？你不是说两颗水晶饺吗？这是两颗蜡环哎。这是什么口味？蒸拌面什么口味？胡麻酱香。我觉得这面比较好吃。然后友情赞助的丹欧，我做的水波蛋，这颗比较成功啦。你这也不都是友情赞助的？讲的好像蒸拌面从我包包拿出来的，我带来煮的。好了，全部都是友情赞助，好不好？更正一下，还有霸丸，台南来的霸丸，不是霸丸，水晶饺，好不好？更正一下，它只是膨胀到变得很像霸丸。对，刚刚我已经在里面先偷吃一口了，偷吃一口好吃吗？蒸拌面好吃啊，是。哇，没有，好事多还有卖一个冷面跟冷面。特写、嗯，那你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很灵活啊，可能可以用我的脚剥橘子吧。你是我的脚吗？对啊，你的脚在我镜头剥一下，我会帮你剥头发。好恶哦、喔！这样真的有咸吗？你这样水煮。那你有酱吗？老板，麻烦这里加一点。请问要加辣吗？我不要。酱够吗？够了，够了。会不会太多？还是不会？还是不会。我直接把它拿了。好，好
老师，可以车子我来预约，我来租对。那、啊、但是那个车票，我们是要坐高铁还是要坐那个？那我看哪一个会可以？哎，可是区间是很多，密集比较密集。你要坐班队。我们先进火车跟那个，你们到时候谁要坐前座？要打会打航的那个。我会，我会吗？因为我很常无法判断到底是这一条要走还是下一条。嘿、欸，那你坐后座，好吧？那你就坐后座。我也会在后面说的。你们这次看挑战，看谁能被我妈说要抱一下。Debbie 是第二个哦。我不用。可能也不用。没性宠的。不宠性。性宠。这是抹茶红豆。抹茶红豆，然后这是巧克力的，我都可以耶。然后你们来吃一下这个好不好？你们敢吃芒果干吗？敢啊。那你吃吃看这个。你不敢吃吗？我敢吃芒果干。这是不是很有名的那间店？对，好吃吗？好吃。我觉得我妈应该很爱。等一下看看刘文静怎么敢吃，我觉得她应该不敢。我觉得她口味跟你很像。嗯，我不敢。刘文静好了。我在那边跟你在那边鬼混，到底这一点点是要吃多久？你已经吃一小时了，你煮很多吗？那你这个要吃多久？那来、欸，没有我，弄到桌子了。那你这个要怎么办？带哥、啊，我就知道，我刚刚就跟他说，给我们猜他就会带回家，然后就带回家放在那个桌上，就没有人要吃，然后就放着，最后就被他妈骂。你为什么这么了解我？废话，东西又不吃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要先圣诞节版本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太子。是过年了吗？新年到。阿弥陀佛。真的，我要刷牙了。你试试看这，你喜不喜欢？我觉得他一定不喜欢。嗯，就是跟我想象的芒果干不一样。它不是芒果干。对。我喜欢吃那个。它是芒果干。的那个。八滴呀。嗯。七滴。七滴吧，还是八滴？树木那个也是六滴吗？六滴吗？树的。魔滴。树的那个什么？32滴。你没有。好，我要去刷牙了。要给你带来，我不要，我只有大家拜拜，希望你看，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 Vlogmas。什么？你在讲什么？为各位介绍，这是 Trey Murphy 12月最新款。老板娘怎么样？你在干嘛？到底？一二三。嗯，黑色帽子蛮好看。不白呀，不白呀。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神经病。真的是神经病。来，还是你觉得在那个走道方？为大家示范黑色的。没有那个东西。怎么摆？自然一点。我看看，这次好像还不错。时尚。搞笑，还有气质，抓宝，看到帅哥，为什么要加那个声音？开心，不能搞笑是不是？对对，不能搞笑。我不会。哦，你想拉屎？好了吧，可以下班了吗？可以。这边是还很漂亮。这是什么？嗯 ，OK，I don't know。什么鬼啦？先来一张开心。太开心了。看到你们科长的脸。你想要加薪哦？那怕你也来时尚的好看，我现在时尚来时尚，时尚怎么诠释？我最美的表情来一张。我最美。嗯。性感。性感。嗯。你这大部分可能没有想要看。哦，很有。哎，Model，可以采访你吗？什么？你的艺名是什么？你的
是什么？我是 Abby。哎，你要迟到了啦！对啊，我要换衣服了。拜拜。那我可以下班了吗？你可以，但我女技生很漂亮。老板娘很会带货。欢迎来 Morphin Collection。T R I 一点，然后 M O R P H I N E。韩国来的。我们是韩货。韩货玄物店。哦，对。哇哦，好贤惠哦。这两个人吼，来人到剃头吼，啥物拢无做。我搁爱洗菜，搁爱洗碗。甲这两个人做朋友真足难的。很忝的。拜拜。好的，大家。我们现在终于踏出家门了，快六点了。我们现在要去台电大楼，遥遥无期，从竹围到台电大楼，请叫我竹围女神。哦，不行啊，不行，不可，真的不能跳进去。竹围女神，好的，我帮你特别标出一个小皇冠。我就是史内普本人。史内普本人，哎，对啊，你是竹围史内普，好吗？这是你的封号。我想当竹围妙丽。没有，竹围妙丽就是我哦。我是吃到 Davy 的口水了，够了吗？我可以关掉了吗？很屌哎、欸！这是一定标我的，他叫我参考看看。你看这个人说什么？精神抖擞。抖一下，控制抖一下。他大概笑了十分钟。你笑完没？哦哦啦啦啦啦哦哦啦啦啦啦哦哦啦啦啦啦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I've been working so much lately I can barely find the time to sleep Yeah, spend my time running around Keeping people pleased 有没有人陷阱呢是白龙。选妹，选妹。好了没？你们选好了没？好了、啊。真的、哦，你好了。还没，还没。那我要吃鲱鱼卵海鲜总会炖饭，还是牛肉干卷？野菇跟鸡炖饭。我想说话。我是想说，因为你车一定也不会选择我们的那个吧？啊、你是选他、啊。我好了，我就这个奶油咸香蛤蜊啊。好。你吃你想吃的。我什么都想吃、啊。那就点两个。对啊。不行。如此简单的事情。对啊，我决定我要吃意大利面。好的，好了，我选好了。Isn't thi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Oh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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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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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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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I've been wrapping presents for you.可以吃面，但肉有一种味道，你们可以试试看。对啊。It's like, so you should come back home to me. And when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I'm gonna play those carols that you love. We'll be singing all the melodies. 师大必须吃的这个轩轩卤味真的是超级好吃，一定要来买。出什么怪声啊？我刚刚不是去师大买了那个轩轩卤味嘛？如果你们喜欢吃冷卤味的话，这个真的是最好吃的冷卤味。然后我买了高丽菜，还有溏心蛋。看这个溏心蛋是不是看起来超赞？这是嘴边肉、鸡肠，还有莲藕。第一次买莲藕。哎呦，买那么少？很少吗？我觉得很多哎、欸。我觉得它的莲藕超好吃哎、欸，它煮的，它煮的软度非常刚好，像月亮。这个溏心蛋，你看里面是这种膏状的。好的，大家，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 Vlogmas， 我们明天见。拜拜。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me and you. I've longed for this moment to have you for myself.